股价的最佳买点与最佳卖点绝对不是基本面数据能事先提供的。股票市场难以在最低点买进、最高点卖出，但却存在着最佳时机。这种时机并不是由基本面数据事先提供的，而是需要靠优秀的工具提前警示。就像可靠的监控系统不会等到小偷已经离开才发出警报一样，这就是股神系统的优越之处。它能够事先警示投资者最佳的进出时机，帮助他们在市场波动中做出明智的决策。股神系统就像一位智慧的助手，为投资者提供宝贵的指导，让他们能够抓住投资机会，避免风险，不再需要盲目猜测，而是依靠股神系统的智慧，用对工具，看懂架构，让您轻松成为股市赢家。张宇明分析师在 YouTube 频道里面搜寻的关键字，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持续来观看追踪张宇明的 YouTube 频道。